好，现在张长跟大家讲一下反手为下缘球长球的抢拉技术动作和要领啊。长球你可以加一点转腰的转重心的一些动作啊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充分的发挥出你的动作核心的力量，把这个球的质量拉得更高一些。另外因为球长你要让出位置，所以你可以有一些旋转啊，因为它和上旋球的拉球动作还是有区别的啊，这近台上旋球这种撕啊包括抽它还是有区别的，一定要加进去旋转。重心先压制右脚右腿啊，前脚掌，身体迅速抱团，用右肩找左胯，这样的话你身体可以无限的把它给团起来，然后瞬间的顶左胯蹬右腿把球带出去啊。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我也是在边拉边体会啊，边总结。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屁股啊，屁股在用反手练反手，屁股一定要使劲儿，你的臀大肌一定要使劲儿啊。压走啊，压走，压走啊，压走。你看我基本上都是用前臂手腕手指引的板，跟大臂没有关系啊。下缘球，偏中间的球你可以多压点右腿，偏反手位左边的球你可以压点左腿。这重心是活的啊，是根据球的位置可以转换的，可以有点区别的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。大家可以在进行练拉球的时候可以去体会一下，偏点中间的球和偏点反手的球啊，大角度的球。它是有区别的哈。好，看一下啊，陈云卓的问题在哪儿呢？你从他这个肩膀的高度就能看出来，他没有在击球前充分的去压右腿，他是平的，甚至于他压的是左腿啊，他是右肩高左肩低。那你在击球前右肩高左肩低你怎么拉，对吧？你是右肩低左肩高啊，对吧？你把肩充分松下来你才是这种状态，对吧？把小臂抬起来，你现在是这样，你怎么了？你使不上劲儿，对吧？调整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改善。对，松右肩，压右腿，屁股使劲儿，顶左胯，动作太大，压击球的一瞬间。顶左胯，屁股使劲儿，你不用在这儿瞄动作，不用，你去体会里面的内涵就行了。对，动作小一点，拉的有拉的好的时候啊。蹬，对了，这个多漂亮！对，对了啊，这小寸劲大还是很集中啊，这一下漂亮啊，漂亮，好球嘛。哎，好多了。对，同样是失误啊，你前面是又大又慢又试探，对吧？你这个你这同样是失误，你很果断，哎，啪，哪儿错了往下纠正就行了哈，自己有感觉就行了，没关系。对，漂亮啊，特别棒，特别棒啊。对，漂亮，完美。不敢尝试是最难的，教练觉得你们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教完你之后你不敢去尝试，你不敢去做，这时候我就感觉很难了，因为你没有改变。但是我教完之后你哪怕是做错了，你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，哦，我有新的感觉，即使是失误你有新的感觉都是一种收获，懂吗？
啊，可以，那后面就拉得很漂亮，对吧？挺好。好，苏醒，咱们现在你来做啊，反手下旋球的拉球的动作示范啊，我给你提点要求啊，你往斜线，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，往那个斜线大角度那儿去拉，啊，看看自己去思考一下，去这个落点，我应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心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其实好多球是在你击球前，你的位置和重心就已经决定这个线路了，不是你光击球那一下啊，击球前、击球时、击球后，动作就分这三个步骤啊。多思考一下击球前我怎么办，然后你的结果就好了啊。这个好，哎，这个好，集中。对，放松啊，拉之前，哎，对，拉之前放松，漂亮。对，漂亮。啊，不错不错啊。对，对。哦，这么顶，好球！对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啊！是不是我说那几个点，你刻意的再去体会，是不是刻意的去体会，刻意的去做，深刻的去做，然后你哎，感觉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就是这样啊！抓住这一个点，拼命的去体会，去做。不要一会儿我去体会这个点，一会儿体会这个点，再一会儿体会那个点，你什么都没有感觉。教练跟你说完之后，你就抓住这一个点，比如说你的重心了，包括刚才我说你这斜线怎么过，哎，你有理解了，哦，我知道我的重心没有做到位，我刻意的去体会，去想去做，你的结果就特别棒啊，非常好啊。